随着国内消费观念的不断转变，奢侈品消费中强调的高端、思想等概念也流行开来，不少高端定位的国际品牌也瞄准了中国市场。在4日举行的北京国际顶级生活品牌博览会上，众多奢侈品品牌打出了个性化定制的招牌。在北京展览馆举行的北京国际顶级生活品牌博览会，吸引了来自意大利、法国、英国等20多个国家、300多个国际知名品牌，涵盖豪车、珠宝、美酒、箱包、皮具等众多品类。意大利参展团的组织者亚历山德罗·奇利先生认为，目前中国消费者购买奢侈品已经渐渐摆脱了单纯追求品牌的潮流，转而追求产品内在的品质。在个性化越来越被强调的今天，奢侈品定制的概念逐渐为国内高端消费群体所追捧。此次展览中，参观者可以看到多个知名奢侈品品牌的最新商品，